哦，终于让我抓到了！哦，迄个啥淡水鱼比海水鱼好抓，但是我怎么嘛是爱一下落起来哦。我了拄只哦，我咧用咧青苔咧用，你知道？啊，你怎么落去可能伊怎惊着怎跳过啊？这怎么一个机会呢？我怕它会喷，用抓的，会安尼，安尼，啊无就搁跳着。伊往咧囥囥迄个啥，伊伫迄个井水遐哦，伫迄个啥咸水啊往咧。叫淹者叫戆，你知道？哦，那真的啊，在跳江的，你知？迄旦凡是种鱼啊，唔知买过一遍适应嘛，唔知影。哦，做好用咧，这次把它赶出来的。小火灰狐啊，我知影小火灰有啦，伊真正会飞啦。哦，我知啊啦。迄个叫小河灰虎啦，迄正水鱼啊吼，还好咧抓，还好，你海水鱼啊要抓，基本上抓无啥会着，哦，惊着啊，好啦，有解决就好啦。即个我拄仔咧拉，煞算伤过兴奋，煞跳，哇，就像安尼跳啦。吼、哦，迄只小河灰虎，你惊着啊？这可怜的小河灰虎。哦，这一缸后来要把它翻缸了。谢谢收看。